让思想变成可以看得见的文字。 Pelican Hard Copy 公司在生产油墨及打印机配件领域的研究及创新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1837年，摩尔斯申请电报专利。一年之后 ，Pelican 公司正式开业。1846年，发明轮转印刷机。1878年 ，Pelican 登记注册商标。1879年，爱迪生发明电灯。同一年 ，Pelican 开始经营硬拷贝 （hard copy） 业务。1900年 ，Pelican 生产第一条打字机色带。1904年 ，Butler 发明印影技术。1965年 ，Pelican 为 IBM 公司提供打字机色带。1969年，阿波罗11号太空船登陆月球。1978年 ，Pelican 开始自己生产打印机粉末色料。3年之后 ，IBM 个人电脑采用 MS-DOS 操作系统。1982年 ，Pelican 开始生产喷墨打印装置。2年之后，又开始生产热敏色带。1992年 ，Internet 开始盛行。1年之后 ，Pelican Hard Copy 推出 Easy Click 系列产品。同年，英特尔公司推出 Pentium 微处理器。1994年，为了配合 IT 市场需要 ，Pelican Hard Copy 把书写文具业务部门独立出去。我们是一家独立经营、欧洲最大的打印机配件公司。我们的产品蕴含了所有最新的印刷技术领域，例如 Pelican Hard Copy 为风行全世界的喷墨打印机提供配件。它的质量和原装配件相同，但价格优惠，让用户多一个选择机会。我们 Office Media Line 系列产品中的特种透明胶片和纸张，保证印刷效果极佳，而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Pelican Hard Copy 为激光打印机生产的粉末色料盒，能满足现代新式办公室对效率和质量的严格要求。高级色料持久耐用，让办公室降低许多印刷费用。着色滚印刷机已经成为目前办公室最好的帮手，是日常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用具。我们供应它的配件。我们长期供应的产品有色带盒，它专门供给机械式涂墨打印机使用，例如轮盘打印机、点阵打印机。我们为热敏和条码打印机生产的色带是一种特别的产品，也是我们经常向众多商店收银台推荐的产品。我们的服务团队也为工业领域量体裁衣式的设计热敏色带的各种应用。在推动资源再循环的环保活动中，我们证实了回收原料除了有益生态环境外，经济上也有一定的价值。 Pelican Hard Copy 为生产、销售和使用者精心设计了一套再循环系统。色料盒再循环处理的过程是更换光电导体及耗损件，重新装填我们的优质色料和全面的检查。Pelican Hard Copy 响亮的商标非常有利于经销商销售打印机原装配件的替代品。我们的产品范围广泛，包括了几乎市场上所有品牌的打印机。Pelican Hard Copy 给经销商十分优惠的折扣，让用户也节省开支。我们不仅是生产厂家，也是销售商的亲密伙伴。我们的市场开发部门为销售商提供各种展示牌、货架系统、广告宣传资料以及其他促销措施。对工业客户，我们提供专门适用的配件，或者根据指定配方生产。我们提供的产品除了成品，例如色带、墨盒和着色滚，还有半成品，例如大批量包装的油墨和粉末色料。我们提供的服务除了一般性包装，还有按客户个别要求定做的包装设计。为了满足千变万化的印刷要求，我们和工业客户一起开发新的技术解决方案。打印机机型推陈出新，速度越来越快，
对我们的开发部门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由于我们过去几十年做了许多基础研究，让我们能够利用长久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技术，我们持续不断开发出新性能的墨水和粉末色料的配方，它们都能完全符合最新一代打印机的要求。Pelican Hard Copy 设在瑞士及苏格兰的技术中心，专门负责研究、开发和生产粉末色料、喷墨以及打印机色带。由于集中研究制造技术，让 Pelican Hard Copy 今天达到了极高的专业程度，是有技术权威的合作伙伴。我们自己在欧洲及亚洲的生产公司和母公司是垂直关系。Pelican Hard Copy 生产联合体由于大量投资高新技术装置，因此生产出的产品质量高，其价格具有极高的市场竞争能力。要得到良好的打印效果，对配件质量的要求必须很高。 Pelican Hard Copy 集团下属所有工厂都通过国际质量保证系统 ISO 9001的认证。由于所有生产过程质量管理严格，所以我们可以保证产品一致达到一流的质量。设在瑞士的服务中心集合了本集团所有的服务项目，这有一个积极热心的工作团队为用户提供全面的咨询服务，集中订单处理过程以及专业的技术指导。为了在欧洲地区内达到快速供应的目的，我们在德国境内设立了一个运销中心，它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完全符合最新式的仓储管理方式。通过计算机和用户联网，可保证在24小时之内把货运到用户手中。通过在各地的合作伙伴，我们也能保证货物准时分发到欧洲每个目的地。Pelican Hard Copy 集团遍布世界各地，包括4个生产工厂，在全欧自营的销售公司，以及亚洲、非洲的销售伙伴公司。打印机油墨配件市场是正在蓬勃发展的 IT 行业的一部分。Pelican Hard Copy 今天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让它到了明天仍然是一个纵横国际市场的大企业。Pelican Hard Copy 是您经营打印机配件的最佳伙伴。